这里给大家看一看我的工作手稿，我的手稿和提词器上面全部都是繁体字，你们看看，你们能看得习惯吗？近日凤凰卫视女主播田彤在去年分享繁体字的影片翻 hit， 她在六年之前透过专才计划来到香港，她说繁体字很难适应，还以自己工作的稿件做例子。简体字一个字可能会对应好多个繁体字，比如说他，咱们简体字他他他是有三个，但是繁体字里面的他就有五个，一个音有多个字，干燥的干和干涉的干和干部的干它就不一样，还有后，后面还有皇后也是不一样的，还有这个系，不是的是，关系的系和联系的系都是这个词，但是它写出来就不一样。他总括说简体字好用，繁体字好看，影片结果又引来大家的讨论，有网民直指繁体字里面有灵魂，懂的就会懂，有人就认为简体字书写方便和快，亦都有留言说他很应该入乡随俗，不知道大家又怎么看呢？